插着大声唱 I am easy, I'm easy, yeah。 来，稍等一下，我开一下麦，小小。Hello， 万万。好，上午。稍等，我关一下音乐。我刚开播。Hello， 小小，好久不见。你知道我刚才干啥吗？啊？我刚刚在直播间在那跳本草纲目，然后带着我助理琪琪来乱跳，然后就看到你来了，我说那得接呀。来了来了呀。那个毽子操是吧？对，现在全网不是都在跳吗？可以可以，嗯，我偶尔也在跟着跳啊，就跳一半就累洗掉了。要不那咱俩玩啥呢？玩一个什么呢？我们谁输了谁就是输了的话来一个带一个特效，就是带那个寸头挑战的特效，好不好？寸头挑战特效，他就是看我们男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这就是不会丑都很帅的，就很帅的那样子。我还有点期待呢，可以啊，可能试试。我不知道我长啥样，这男生的样子的话，可以的。那我们就这把啊，可以，可以，好的，来吧，来吧，直接闭麦嘛，好，萨摩，干脆开心地迷一场。谢谢萨摩，我来给大家来一首《太想念了》。我们有一个加深挑战哈，大家可以助力一下。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回荡在耳边，那回不去的眼弥漫了我整片天，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身，对你太想念太想念，那爱哭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你一面，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你不曾看见那种为你哭红的眼，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蓦然回首那不一样，是不是有种
就是我嗓子有点哑的感觉，你们会不会觉着？我感觉我嗓子有那么点小哑，没睡好。哦吼！感谢谢谢梦想，谢谢 K I A D， 谢谢用户，谢谢信信，感谢大胖，谢谢七二零，谢谢五，谢谢爪爪，谢谢 A R B 二，谢谢中军，谢谢各位大佬朋友们的鼎力支持。好，来看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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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来。其实我好想看一看寸头挑战在哪儿，在哪儿？我跟你一起。好，我看一下哈。啊，嗯，在那个男神里边 ，PK 那个在男神里边，然后第二排第二个。第二排第二个。把这旁边头发要弄一下。哎，我子是这个吗？你那是理发店啊？哦哦哦，马上。胡子光头那个是不是？哎，不对呀、啊。为什么你有胡子？寸头挑战，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为什么你没有头发？你是不是点错了？不是点错了，头还在下载。是第二排第二个寸头挑战。我看一下我好点没？点点一下，点一下头，点一下头。哎，哎呦，哎呦，哎呦，我们俩好近了。把旁边的头发弄一下，把旁边头发弄。哎，朋友们，哎呀，你这个怎不是你这个吊带穿的？这个，你看你让人家这个男孩怎么回事啊？你要让他头发抛回去？这个男孩真的，怎么这男孩穿的挺性感的呀？小吊带，还有我头发挡前面，就是为了遮住啊！你这个人啊，真的是，哎，笑死我了，笑死我了！好帅，我要嫁给你！哇，万万没有想到你长得那、哎，你长了一副我喜欢的样子。不是，我觉得我们俩戴着就差不多呀，我们俩就好像差不多。我感觉我俩好像，你看，啊，有点像哈、啊，差不多一样。主要我觉得我好奇怪，我这个吊带穿的有点不伦不类了，朋友们。你要笑死我了，你这个，你赶紧摘了吧，你摘了。我要用这个来撩妹子。等会儿，你那个吊带露出来，那官方提醒你说，这男的怎么穿的吊带了？你让我把后面的头发，你把头发往后面搬，我就怪你，我到时候把锅甩给蓝曼，跟我没有关系。你快加了吧，嗯，好好好，我才是个，哎呀，双胞胎是不是？那你就待一会儿呗，待一会儿你就摘了呗，好不好？嗯、好好的，反正你让我看一眼，我就过瘾了就行。我也过瘾了，走吧，宝贝。嗯，好的，小小。晚拜拜。嗯，好，拜拜。我以为我进错门了。好，我走了，走了。好，你关吧。嗯，好的。好。嗯、我真的笑死了，我真的笑死了，怎么回事啊？现在就是怎么样？有没有被我美到？就问你们喜不喜欢？朋友们，我们没有把关注点一点的，点一点我们小小的关注，好不好？谢谢听。欢迎大胖。三幺当归枸杞go。我们瞄准公屏，点点赞哦，还没有到一百万点赞，大家加油，我们来出笼一下，出一下。不行，如果是我把这个放后面的话，我怕他封我号。只能放一边儿。我只能放一边儿。可耐的小小，你看我这坐下来了是吗？怎么不带会儿？我哪能给你们留下证据让你们录屏呀？不行，你们唱一个马德里不思议哟。
阳光优雅的乱不一点的草坪，任你在时刻长臂弹奏着舒畅，用火不定用蜡笔水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乌云旋转在绿荫烧尽，连脚步都佛王鸣歌的人正在窗棂插着冰狂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接近，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有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密，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热情的演戏，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的佛浪鸣歌的声，正在窗棂插着冰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奇迹，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有玻璃弦的声音，只有不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我是五六，五六五六你好，我是七零。我只是一个人演戏。我是七零，数字数字，一七二零。马德里，在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变浓密。马德里，我的真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变浓密。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的真爱。抒情的远行，在无波线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密。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都在烧了你的风景，我都在烧了你的风景。我们一会儿呢是10:15的时候有一个心动的舞会，我即将和昨天胜出的这一位冠军选手带大家一起玩，好不好？谢谢很六。瞄准公屏点点赞了我。对，草莓。对啊，这是你们昨天投出来的优秀选手，应该叫幺二吗？但是他自己报名的，他说我叫五六。有活动我先不连。感谢听。Now, 这么我一直狂打喷嚏，
在凌晨三点二十六分 Let me sing, let me sing the song 陪你入睡 Yo, what is love? Say yeah, what's your name? Yo, yes, no, say yes 请你要 really do love you so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很少相信却有人不出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我放伴着你 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我把你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瞄准公屏我们朝着100万冲刺小萌习惯在你的臂弯里胡闹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大头电话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听得进去很少相信却有人不出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伴着你 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把你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一天多一天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 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没事没事，他这个就明显是他自己手机的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来吧，瞄准公屏，咱把这个赞点起来。唱一首《突然的自我》吧。
露水照不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好心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爱天晴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清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只有此生又何用送头。这首歌有没有跟我一样从小听到大的朋友？谢谢没有梦想。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清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只有此生又何用太从头。又输了。哎，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在打的时候，然后你们都去看，打完之后来告诉我，你们好乖呀。就刚刚起码我直播间有一半的人过去看打比赛，然后看完打比赛回来车子告诉我说没打赢。你真的是，下一个就是我了，还有15分钟的时间。你看我又带你们看美女跳舞了。又菜又爱玩，小北那个笨，你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大家没有卡牌子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牌子给卡一卡，好吧？总分一旦打宝石，我的天哪！等一下，我跟兰兰说一声哈，我先服务器繁忙，我现在服务器我接不了麦，你们帮我跟就是那个兰兰音乐现场，就是唱个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小姐姐，跟她说一声，你说我刚刚我网络不好，然后估计而且有官方的活动，估计晚点才能连，好吧？93万，结果是输了走失。哎，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啊！来唱首《听闻远方有你》。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他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还没有我。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相随永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焦点在喽。我从来不曾失心，像风走了万里，不问归期。
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来吧，大把点赞点一点哈。舞会是我和昨天的冠军来的，我打榜事也不怎么样啊，我打榜事也不怎么样啊。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欢迎吉林大队，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陪你走过南北东西，山水永无别离。可不可以爱你，我从来不曾细细，像风走了万里，不问归期。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我还是那么喜欢你，生与你到白头，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说了不能叫这个，要叫另外的。我有个表情包，来，我们朋友们走一波表情包，让他们知道该喊什么。我还是那么喜欢你，生与你到白头，我还是一样喜欢你，只为你的温柔。你们这是已经下课了，还是在逃课当中准备等待下课啊？啊，我想问问，鬼哥真的上了吗？你现在都不叫滴滴宝贝了，哪有，明明叫了好不好？你不要这么说我哎，你不要这么说我哎，等一下我跟他们说哎。我等一下，我接一下。我跟你们两个讲一下不？我有一个官方的心动舞会，所以我可能就打完了才能。好，拜拜，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好，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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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煮了，我煮了。欢迎所有的 GT 大队的宝子们，欢迎来到我们小小的直播间啊！我昨天的点赞，给你们商量一下，我的点赞。昨天你们知道是多少吗？跟你们商量一下，都不唱集体来了是吗？这么说说这种良心话，你良心不会痛吗？哎，等一下我再说一声。Hello 啊，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有个官方的活动啊，等我忙完了我来找你玩好不好？我先跟你说一声。行行行，那你先忙吧。好的好的好的，拜拜王老大。拜拜啊，拜拜。好，先忙着。好嘞。嗯。那你们帮我点点赞，我们谈一下条件，给你们看一个这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个这个东西，你们猜一下啊。哎，回来了，朋友们。重点是这个东西它很奇怪，你知道吧朋友们，这个就是很让人觉得头疼的事情。来吧，大家瞄准公屏点点赞。真的很奇怪，他竟然还自己把那个胶布，他真的他放过来了。这不是让我选一位幸运观众送出去吗？那块胶布真的
很有味道啊。好，我看一眼，真的很有味道啊。不在眼睛中间。下次再还给他，你们不要告诉他就行，你们不要告诉他就行。真的，我没想着他竟然把那个胶布给我了。你们今天没有信心在我的直播间把这个赞赞点起来，有没有？点到1000个 W 的话，送你们一个本草纲目，有鬼味，送你们一个本草纲目怎么样？就300万了！等一下，我有点怕。你们点这么快，你是让我续流程和血战到底吗？我还有5分钟哈，还有5分钟，我就带你们去有一个官方的活动——心动舞会，大概是15分钟的样子。我跟他一个配合，然后呢，我唱，他来跳，好不好？让你们看看美女跳舞，你们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400多万了，那我唱一个《宝贝别跑》吧。先送你们一个《宝贝不跑》，好不好？胶布的核酸做了吗？哎呦我的妈，真的上头。Oh my god， 到底想干嘛？听说已经寄到我家楼下，是个告白都市的姐姐爸爸，还有那些没人的话。救命啊，别折磨我啦，除了收到看你心意的吧。你是想怎样啦？还来不及说话，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宝贝啊，哎哎宝贝啊，不要爸爸，不要爸爸知道啦。哦，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住他的手啦。宝贝啊，哎哎宝贝啊，难道就称爸都不会配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啊，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幸福不会欧巴。所有的基地大队的朋友啊，还有我们自己亲卫军的家人们，一会儿咱们心动舞会马上开始了，瞄准公屏，一起用1000万迎接我们的官方活动，好不好？宝贝啊，到底想干嘛？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写个告白都写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累人的话。救命啊，别折磨我啦，出门收到看你心意的吧。你是想怎样啦？还来不及说话，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牛啊，宝贝啊，哎哎宝贝啊，知道了，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出他的手啦，宝贝呀、啊，哎哎，宝贝呀、啊，难道就称爸都不会配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啊，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幸福不会欧巴。我的妈，这不是1000万了吗？快，950、950、960，就差最后一下，970。宝贝呀，哎哎，宝贝呀，不要爸爸，不要爸。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出他的手啦，980。这宝贝呀，哎哎，宝贝呀，难道就惩罚都不会被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呀，哎呀妈呀，1000万的点赞了。
起码1000万了，朋友们。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好害怕。30秒的时间，你们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始迎接我们的官方心动舞会现场，我们有请第一位女嘉宾哈，来。好点哈，我先带你们去看他们跳。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官方活动心动舞会的现场。昨天的冠军已经选出来了，就是因为你们的每一个亲吻，所以呢，我们迎接到的是昨天的冠军小草莓登场。准备好啊！哦 ，Hello， 草莓 ，Hello， 小小，对，恭喜你成为我们昨天的最佳心动女嘉宾，谢谢。对，所以要不谢谢谢谢就我就带着我的兄弟姐妹们，然后呢，咱们就来一场合作，好不好？好来一个，就让大家享受一下，嗯。那草莓盛宴，对，你今天的这身装扮，你可以站起来让我看看吗？我想看看你的全身。哇、哦，紫色哎，好看好看，身材真好。你有多高啊？我171，一七一，多少斤啊？97。我171，90多斤，好，身材真好，这个标准的身材啊。谢谢。那你准备的舞蹈可以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吗？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舞蹈？是需要你唱，还是我跳，还是我自己单独的？咱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可以咱们俩合作一首，也可以你先跳一个，对不对？这样就有两个了。啊、好好，可以。我也站起来，那 我就算了。跳一个，我跳一个，我想一想啊，你们有想看的舞蹈吗？哎，我可以唱一个多情种，我就是用古风的。你今天这个装扮和背景都可以， okay. 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多一点歌曲，我们俩配合。好，那我跳一个毛不易的。好，怎么样？好，跳个毛不易的借吧。或者是如愿，哦，我唱如愿，然后你来跳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然后一会儿有多的时间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小草莓来一个 solo， 来个他的那个绝活。大家喜欢草莓的话呢，不要忘记哈，咱们多多的支持一下小草莓，然后给他点一点关注啊。嗯，好了，就给我来一个性感的手势，上电视了。Okay， 没错，朋友们，你们上电视啦。稳住稳住啊，我们过去给小草莓点点赞点点赞，然后咱们两家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然后呢喜欢哪里点哪里就好，好了吗？
和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斜阳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我再帮你们表达一下你们的感受哈、啊，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我们的小草莓啊，谢谢。提到这个点儿，刚刚配合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很多人说，那我们怎么投票啊？其实呢，今天这一轮呢，就是希望更多，就官方这个活动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知道我们抖音上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也好，然后舞者、歌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官方活动的时间，大家相互的点点关注，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持了。谢谢佳莹。对呀、啊、对呀、啊、辛苦了小草莓。那我想一想哈，咱还有7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咱们是，但是我想着小草莓刚刚跳完一个舞，再让他跳一个的话太累了，朋友们你们觉得呢？没事，那我们干什么？也可以这样子，我来伴首歌曲，你来伴一个舞蹈，我先唱，然后你休息一下，然后你就在表演一段一小段舞蹈，好不好？刚好的时间。OK， 可以。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两边的直播间相互的点一点关注，好不好？那我呢？谢谢佳音。对，那我这个点的时候呢，给你们来一个《明月夜》吧。明月夜啊，送给大家，然后小草莓休息一下，我就唱半首，咱们一人半首。我跳的话那估计会掉粉。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是否依然没有改变，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牵引我身边，明明是一场梦，在梦里浮沉，不敢问当
假是真。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悠悠我心无处寻觅。经过多少年，只有我还在窗前，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预热哈，就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草莓给我们跳一段就他自己拿手的啊，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小草莓的一些好的舞蹈好不好。谢谢，那我跳一段喜吧。行哦，我这个他哭着笑来着，噔噔噔噔噔噔，对不对？对，我这个是个大招，我来跳。朋友们放大招了，你们开心吗？好，一首喜送给大家，送给佳恩。十八望到节日过两地，对着红妆一次也很重重视，十七两年没阿爸归不做你客，上班红尘说的勤快着实难猜，陌生的三年只为忘记来不在马蹄声渐起整了车子感染时间是快全部不自感染别马都干了几条街少数不自外掌握脚踏自然这距离也怪问了句问有时我二狗的心落在家门外突然的很记得切腹之爱说是非出外这不像我否则的官人笑起来那官人饿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他这次有事没能接得上话他笑着哭了着你猜他怎么笑着哭了着哭了着他怎么说的掏心窝子话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弹琴没竹马等你如意一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哇这个歌好这个歌好你知道我们家所有的宝子们是怎么说的吗好看但是呢我们就想看一下小草莓给我们可不可以揪一个哎官方的活动怎么能让人家揪呢不好吧这条不好吧朋友们欢迎三叔啊我们全体一起欢迎一下三叔哎揪一个哎你知道揪的意思是吗是呀真的真的哎你我其实我正常不这么文静我今天有点紧张啊一回三二回熟三回就是可以揪了好的我太紧张紧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我太紧张了不紧张以后你一来你就先给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就跟大家先揪一个你就放松了、啊、好你就跟他说揪一下之后呢你们就是我的人了啊好那就就嗯啊我的妈开心开不开心啊还有三十多秒我们抓紧时间啊再给小草莓点一点关注哦谢谢谢谢谢谢金卫军谢谢所有金卫军三十万点赞到了对不对你们给他点了赞了吧太厉害了真有面子那我就一个
稳住，稳住一下，救一下。今晚上我睡吧。嗯，那我们以后啊，以后可以常玩。好呀，官方的好呀，官方的活动，一秒钟回归到我们的直播间。好。OK， 小小。好了好了，草莓，拜拜，不客气，拜拜。你关吧啊，拜拜。好的，拜拜。嗯，刚才没有看到，哪有？怎么可能没有看到？欢迎三叔，欢迎 Jason 哥，欢迎所有的宝贝们。有来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我稍等一下，我跟他们说一下。洗好来了。稍等一下，我有一个事情我还没有忙完，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结束来找你们啊。好嘞，好嘞，好，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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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他们说一下啊，我来招呼一下你们，招呼一下你们，咱们家的客人啊，还有就一直支持小小的朋友们啊，大家好，晚上好。那请开始你的表演。一想到《本草纲目》我就生气啊，《本草纲目》昨天是谁反弹给我，害得我一直在直播间里面跳？是谁？欢迎丹丹，欢迎田一哥。你们把这个人的名字打出来，琪琪，再拿一个有帽子的橘子来，给我气了。昨天是谁？血战到底。不是三鸡，是橘子。你不要把你画的橘子，我们有两个橘子呢，我们一会儿拿出去去气他。来，这个今天啊，橘子本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等他结束了，把他打成这个样子。我今天收到他的橘子了，他给我寄了一箱那个丑橘。他给我寄了一箱的丑橘，我画的。你们猜哪个是我画的？你们猜哪个是我画的？嗯，不打人欺骗，我跟你们唠嗑呢。啊？你们猜哪个是他？哪个是我画的？你抽奖送了吧？果然够丑，我跟你讲，他给我寄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准备把他就从这个样子打到没有帽子的样子。集体大队何在？欢迎集体大队的朋友们。有口红，那真的是我的。我画的是他戴那个口红的，这上面的这个皱纹是琪琪不小心擦上去了，但是擦不掉了。然后呢，这个是琪琪画的，很干净啊，很干净啊，就是他的眼间距有点远，都分不清楚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橘子画的非常的有艺术细胞，你们看，远看是个橘子，哎，对，不是，近看是个橘子，远看像个南瓜灯啊，南瓜灯儿。有没有？有没有像一个南瓜灯？那跳起来吧！这样，我们来锻炼一下自己哈，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瞄准公屏点点赞。我跟琪琪两个运动一下，咱们把这个《本草纲目》给你们说的锻炼，我们先站起来锻炼一下。我有差点啊！我天。来，琪琪上！橘子打疫苗了没有？我今天真的收到了一个接一个呀，朋友们。来上。
同样都被抑制，外邦人血汗自己帮我民族意识，前途全面正常的这该有链子，网友这孤独的串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感到我年轻个子，神有当归 Gucci Go， 神有当归 Gucci Go， 看我找一把重要附加一点骄傲，我自己有自己的答案，请跟我一起跳起来，你们还活着吗？还是坐在点赞，琪琪跳得好看。四叔你一起来，朋友们，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朋友们，动起来，跳起来。听我说天要过，朝鲜应该更过，反反的不知道他们都干一些什么错，你们还活着吗？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走，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来我来跳个冰雹，这次你另外的面罩，一个个精灵的宝，一点不知道的力量，不仅有这个的大牌，心中藏着的小困难，你不要再徘徊，怎么能变成这样呢？欢迎我们的幺八，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回到小小的直播间哈。欢迎美诗。我这是要助理的脸比你的白，他戴的是个面具呀，朋友们。你们还好吗？刚刚没有打字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累了？我想问一问没有打字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没有跟上我的节奏？听说最近的本草纲目升级了，升级成为一个龙泉，你们还记得吗？如果橘子好的话，我让他去打龙泉。好吧，跳得好，下次不要再跳了。嗯，那不行，一定要好好的跳起来啊！欢迎我们的 Jason 哥。哦，我看到我们家的大哥大姐们都回来了，欢迎 Jason。还有谁？我们举个手好不好？来，到了的大哥，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飘一个腰。呀，橘子要回我的墩墩。哦，对，我还得跟他说一下，因为我的墩墩，现在是他那边好像是没有办法快递过去。哎，沈浪来了，欢迎沈浪。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哎，沈浪哥，沈浪，然后我们的幺六哥。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No， 看见吗？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天一哥二三四。我带着木之来了，我带着木之来了，不是木之带着你来的吗？凤飞姐来了，欢迎凤飞姐。美食来了，第六。哎，你们能不能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来的话，按照顺序好吗？报个数，一二三，我把自己带来了七。七呀七呀，朋友们，七呀！
感觉是少儿广播体操，如果我的难度增加大了，那你不是你们跟不上我的节奏了吗？我这是为了你们着想，我是为了你们着想啊，兄弟姐妹们，如果这个舞蹈非常难的话，你们不是看了一眼就走了吗？欢迎三叔，欢迎四叔。梦醒也来了，欢迎梦醒。梦醒你不能狗在下面说话啊，梦醒飘起来，梦醒欢迎梦醒。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哎，凤飞姐九，去打榜十，我的妈呀！我想问一问啊，我想问一问，我只是想把橘子给他而已。榜十无敌了。刚才二叔还说话了，二叔你在哪儿？没听你讲话呀。放松放松啊 ，relax 一下，我来给你们欢迎米米，我来给你们来一首好听的音乐，大家先放松一下双手，放松一下，刚刚应该锻炼身体完之后呢，我们再锻炼一下手，好不好？锻炼一下手，给你们来唱一首歌。唱一首太阳。谁找我？欢迎二叔，我唱一首太阳吧。欢迎大家来听歌。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成长，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心底啊，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你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心底啊，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成长，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说是什么？嗯，好好。没有，你们帮我跟那个陈小小说一下，你说我现在还有事儿，一会儿再提约回去好不好？
怎么啦？本草纲目做的挺多呀，看来。谁做本草纲目了？谁呀？没有，我这刚才才一大笔拼累的我。对面的橘子，听好啦。我已经收到了橘子的橘子。然后我跟你讲啊，你的墩墩，因为你那儿那个某情的原因，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寄过来，所以我决定今天过来揍你。我跟你讲，这是我给你画的，你本来的样子，然后秃顶，太丑了，秃顶后。你把橘子带起来呀、啊！你把橘子带起来呀、啊！真的，你看一看。等一下，我这边到10000万赞了，我这边到10000万赞了，我就变一下身，稍等一下哈。嗯，好。一阳，朝见化，化。諦めることは誰もお互い一緒だい一緒だい大家晚上好小橘子来啦快乐来呀小橘子你把那个丑橘放下你把那个放下跟我怎么有可比性你看我他的一点都不饱满少了一个小叶眼小叶片啊，不好意思啊，咱你这个好幼稚啊，你变得好幼稚啊，你真的是，好幼稚，你懂什么？这是一种，这是我的。你懂吗？你看我，我都是自带座驾过来找你玩的，你是个自己带个橘子，哎呀，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真的是。他这个牛，他这个大飞机哎，你以为咱是有飞机的人？哦，小题是吗？我把他的眼睛画大了啊，不好意思。我眼睛多大呀？你睁成这样，你看他多大呀？你这个画的也太丑了呀，太丑了！哎，这是我给你用这个橘子啊。对呀，你自己游的丑橘，你心里没点数吗？到了呀。都我用的是丑橘吗？我用的好像就是那种，他说这个甜，我就用这个了。他说这个甜，就是我很丑，但是他内心很甜，很温柔，就是个意思嘛。那宣传片不是这样拍的吗？你看，你过来就是告诉我这个橘子的事啊？还有事吗？还有这个墩墩，实在是给你寄不过去了，不如我把它打回来吧。实在是寄不过去了，真的。你寄不过去都不会等过几天，你替我保管几天啊？那不行，我怎么能让这我的墩墩容忍这件事情呢？打一把，你看大哥发话了，打一把。那你还有啥东西吗？打一把，打什么？打一把的话，我那个墩墩就不寄给你了。你倒把那十个那个一箱我妈的一箱健身鸡蛋土鸡蛋，你寄给我。以后我妈减肥吃的蛋，你就负责包。你自从捞了好处以后，我发现你学坏了呀。哪里我学坏了？你这一年你要跟我打几回，你要赢我几回的话，我靠，你这一年伙食费我都包了。那人家直播都是直播，咱直播进货不好吗？多带点东西是。一直都是我进别人货，你怎么开始学坏了进我货了？那就是因为你欺负不是欺负你进了太多人的货了，我帮忙再进回来一点嘛。朋友之间礼尚往来一下不行吗？木之哥的不打总吧。不打总吧。那打榜十的话，你家的榜十太厉害了。我一个大哥都没有，现在榜上。朋友们，真的吗？他说他一个大哥都不在，我不信。我现在榜一3000多票，真的。你是不是怕三叔啊？你是不是怕木之？怕。不怕？那我思考一下，那咱们